设定温度为160摄氏度。等待温度和气压正常后开始排胶。刮掉排出的胶水，当胶滚上转不下来胶水后，我们加入适量清洗剂，大约2到3杯。关闭阀门，停止胶滚转动，加热清洗剂。清洗剂融化后，刮掉胶锅内残留的胶水。可以使用抹布擦洗。我们重新打开机器，让清洗剂顺着胶滚流下来，清理胶滚上的胶水。继续清理胶滚上残留的胶水。放入新的胶水融化，把残留的清洗剂带出，最后打样完成。